Hello， 大家好啊 ，Sa 姐。咁点解头先开完 live， 而家再开多节咧拍片咧？就啱啱见到大卫 Sir 咧，嗰个社群入边咧就有文章，咁就系听日街站嘅文章啦。咁即系话听日街站咧会喺边度咧？由于我系电脑白痴嘅，所以我唔知点样 transfer 俾你哋。咁唔緊要，大家可以去大衞常群組嗰個度睇嘅。咁但係我都讀一次俾大家聽啦，吓，咁喺旺角有尖旺嘅，就有旺角站同太子站。咁旺角站呢，就喺旺角港鐵旺角站 B， 唔係 dot 一出口，dot 一出口，即係 D 一出口，dot 一出口，對出亞街老街行人路，就係旺角站篤一出口，對出亞街老街行人路嘅。咁而太子站呢，就喺旺角太子站 A 出口，A 出口啊，對出運動場到行人路，就係、太子站就喺太子地鐵站 A 出口。对出嘅运动场道行人路，跟住深水埗啦，就系、是、美孚巴士站嘅，就系、是、深水埗港铁美孚站 B 出口 boy 出口，即系美孚站 boy 出口，对出嘅长沙湾道行人路，就系、是、boy 出口嘅对出嗰个长沙湾道行人路。咁而長沙灣呢，就喺長沙灣站 A2 出口對出嘅行人路，即係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對面。咁就係長沙灣站 A2 出口對出嘅行人路，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對面。咁九龍城呢，就有土瓜灣、富寧街、近曾善美村、至臻樓。对出行人路，喺土瓜湾富宁村近曾善美村至臻楼对出行人路。咁九龙城广场嗰边呢，就系、是、九龙城驾炳达道近九龙城广场对出行人路，就系、是、九龙城广场对出行人路啦。啊，咁观塘区啦，就系、是、观塘协和街近。和乐村长安楼对出行人路，就系、是、协和街近和乐村长安楼对出行人路嘅呢、这个协和街。点解我要读俾大家听呢？因为好蒙啊！你见到乜乜眯到咁入呢，就系、是、因为好蒙啊！其实可以用影相机影出嚟嘅。咁跟住秀茂坪巴士站啦，观塘就系、是、秀茂坪、秀明道。秀茂坪商场对出近的士站嘅行人路，秀茂坪即系秀明道秀茂坪村商场对出嘅的近的士站嘅行人路。黄大仙有两个嘅，黄大仙站同黄大仙二站嘅，就喺黄大仙沙田坳道近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对出行人路。就係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對出行人路，咁另外一個咧就黃大仙正德街近黃大仙官立小學行人路嘅，就喺正德街近黃大仙官立小學行人道啊。跟住就西貢區啦，一個就西貢碼頭，一個就喺寶林站嘅。西貢碼頭嗰個咧就係西貢敬民街啊，西貢小巴總站對出行人路嘅。應該係敬民街啦，如果冇讀錯嘅話，因為好蒙，sorry 啊。咁就係西貢係啦，應該係西貢敬民街、西貢小巴站對出行人路嘅。咁寶林站呢，就係、是、將軍澳寶林，唔係將軍澳茂業路新都城三期。
都會豪庭第三座對出行人路，咁將軍澳咧就會喺都會城三期啦，都會豪庭三座對出行人路嘅，咁灣仔啦，就喺灣仔地鐵站 A 二出口對出行人路，就喺入境處天橋嘅，就灣仔 A 二出口。對出行人路啫，咁羅素街啦，銅鑼灣就喺銅鑼灣藍葉大廈對出軒尼斯行人路，睇下先。銅鑼灣藍葉大廈對出軒尼斯道行人路，而中西區咧就喺上環文咸街上環市政大樓對出天橋對出行人路。上環文咸東街上環市政大樓對出行人路，同埋中環遮打道力山大廈對出行人路嘅，就係、是、遮打道力山大廈對出行人路。跟住就南區啦，就香港仔湖南街巴士總站對出行人路。香港仔湖南街巴士中站對出行人路嘅，咁同埋就係鴨脷洲鴨脷洲橋度啊，因為嗰個睇唔到啊 ，sorry， 喺香港南區就鴨脷洲橋度啊，係嘛？咁就喺香港南區官立小學對出行人路，咁你 check 一 check 啦，咁就喺。香港南區官立小學對出行人路嘅，咁跟住東區啦，就北角筲箕灣啦，咁就筲箕灣港鐵站 dock 二出口對出行人路，係地鐵站嘅筲箕灣地鐵站嘅 dock 二出口對出行人路，同埋北角渣華道街市對出渣華道行人路嘅，北角就喺渣華道街市對出嘅渣華道行人路嘅。跟住新界西啦，就喺葵青貿易之都同永祥工業大廈之間嘅行人路，葵青貿易之都同永祥工業大廈之間行人路嘅，咁另外就喺葵青童子街啊。與北葵涌街市及公共圖書館之間的行人路，就葵青童子街與北葵涌街市及公共圖書館間的行人路。屯門區屯門啟民徑與和平徑交界近仁愛廣場行人路空地位置，屯門就是啟民徑和平徑交界近仁愛廣場行人路空地位置。另外一個呢就是屯門屯信街與屯會街交界近屯門時代廣場行人路空地位置，就是屯信街与屯會街交界近屯門時代廣場行人路空地位置。元朗教育路和大堂路交界行人路近捷永樓靠近大堂行人路欄杆，元東教育路同大及大堂教唔係同及大堂路交界行人路，近捷永樓靠近大堂路行人路欄杆，天水圍警署對出行人路，天水圍警署對出行人路，啊荃灣啊荃灣啊！知道我啦，荃灣。
荃灣洋屋道荃新天地二期對出行人路，荃灣洋屋道荃新天地二期對出行人路，即是御海那裡啊，荃灣沙咀道及大河道交界萬景峰五座對出行人路，荃灣沙咀道及大河道交界萬景峰五座對出行人路，離島東涌，東涌慶東街近東涌站行人路天行人天橋底，就是慶東街近東涌站行人天橋底，是東涌文東路近惠東路的，就是東涌文東路近惠東路的。好，最後啦，上水，上水連接上水港鐵站 B2 出口的往上水中心的天橋，即是天橋啦，就在往上水中心的天橋，就是上水連接上水機鐵站 B2 出口往上水中心的天橋。跟住另外呢，就粉嶺港鐵站 A3 出口粉嶺車站對出行人路，咁就 A3 出口粉嶺車站對出行人路。咁大埔呢，就大埔墟站 A2 出口西面有蓋行人道，邊度西面啊？唔緊要啦，你哋知就得啦。大埔呢，就大埔港鐵站啦，大埔墟站 A2 出口西面有蓋行人路，西面有蓋行人路。咁另外呢，就大埔大明里廣場外廣福里行人道，就喺大埔大明里廣場外廣福里行人路嘅。最後一個啦，沙田啦，沙田港鐵站 B 出口對出行人路，沙田港鐵站 B 出口對出行人路，同埋沙田大圍站Dock 出口對出行人路，沙田大圍站 Dock 出口對出行人路。啊，讀完了，咁好啦，讀完啦，卒之。咁大家如果眼力好，真係可以上 David Sir 嗰個社群嘅，因為我頭先 check 個23同盟嗰邊都仲未上嘅，咁大家就預留時間，聽日9點。至到12點，2點至5點，就是那些站，你看哪個最近你啦。那今次就講到這裡，好啦，拜拜。